学洋语，美国而住耶耶路撒冷的家一红，你们要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街巷，美国而住耶耶路撒冷。摘红，救命主带，就是跑来跑去，救命，救带忙。Yes, 山弄。金龙，寻罗。门个。忘就是忘。个。看的是个语气词干。美国而住院耶路撒冷的家一红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的街巷。To mean to die， 就是跑去跑来。To 就是跳，跳就是跑，跳就是跑的意思，跳就是跑的意思，跑。跑去跑来，这个闽呢应该是个迷字，应该是个迷，应该是个迷，迷就是走的意思，迷就是走的意思。写成去呢，它是个汉语对接，它如果说用这个汉字写谣语它都会了，汉语它也差不多都会了，就是 to mean to die， 忙呀三弄忘也算好，金龙，金那是寻，寻字，因为苗语读成亲吧，就是，就是苗语是金，跟这是一样的，是个寻字，金龙，罗就是找，好像广东话有这个字，罗就是找的意思，因为古代没有偏旁，古代没有偏旁，就写这个罗也可以。古代没有偏旁，忙嘎忘嘎嘎就是个语气词，嘎嘎就是个语气词。没波熬住眼眼三年的加一红，所以这个词一般都会，一看就差不多会了，因为这个行字，这个像方言说是行，行字加一红，所以看就知道，哦，街巷，这是个巷子。因为方言是读成行，方言是读成行。To mean to die， 忙呀山弄，金罗忙干，寻找，罗就是找的意思。他用的是这个字罗，广东话好像有这个字。洋语完全就是汉字，洋语它这个是属于这个楚国语，它不属于汉语、周朝语，因为古代有两个国家同时并存，一个是周朝，一个是楚国，楚国它是有文字的，所以说洋语它就能写成汉字，它就是汉字，而且很大程度是方言，因为瑶族它就是古代湖北人，它就是古代湖北人。